一条奖，老师有面子啊！但是他讲到温书杨丽花，我那袂欢喜，你嘛大家替我欢喜。上趣味就是讲去菜市啊，大家看到我讲恭喜哦，恭喜哦！我常常透早去菜市上，甲恭喜啥的。我才袂记昨夜兰得奖啊！伊讲恁夜兰得奖啊！哦，讲你讲安怎哦？好啊，你谢谢。奖是亚兰的，大家给他恭喜，这就是呀，殊途啦。这是史上第一位女演员入围金钟奖最佳戏剧男主角奖，并得奖获此殊荣。我的恩师杨丽花，她是我一辈子的贵人，她教我做人，她教我演戏。当然欢喜咯，这辛苦带来的呢。你来看我一生五十几，伫演电视五十几年啊啦，啊，细汉演到大汉，啊，得到这款奖拢是真特别的奖。啊，当然欢喜，本来我想，哎呦，我会神，不过这个奖无来提袂用的，嘿，真有意义啦。伊拢鼓励这个戏剧文化，文化，尤其咱台湾的。那特殊的什么，伊拢会来鼓励，啊，就利用这机会，可以讲政府多支持、多鼓励吧。那不是？谢谢。那唔到新闻上下，有人通去，佫佮炒起来嘛，对吧？现在致辞呢，心心念念还是在歌仔戏啊，所以这摆出来嘛是希望讲，透过他的呼吁，大家能够支持歌仔戏，让歌仔戏的下一代的表演家能够有平台，那观众也继续支持，这样歌仔戏才能代代相传。对啊。有咯，那无机会，然后下我演，我一定会搁出来演， yeah! 因为我都爱歌戏啊，我一生。我这三年是歌以后话，我爱回馈嘛。啊，今嘛这个年龄无创啥，嘛惊老呆有事有代志做，才袂老呆啦，对吧？啊，着人着爱叮当嘛，唔知诶、欸，你卖讲，虽然可比树山中一丛草啦，草皮了了，草心要好好，啊嘛是为着歌以后，啊为着咱的这个啊。文化，伊这是教化局，教化局的物件爱多演，才袂派囡仔遐尼真多。啊不然，无去有当时听到新闻伫报告讲，啥物太阿妈啦、拍阿公啦，啊，我讲迄拢无看歌戏啊，伊才会做歹代志啊。我讲的对无？我讲的毋是歹哦，这是事实的。恁希望歌戏嘛，迄个像较早讲安尼。吃饭，伫配歌戏，大家唔再笑眯眯，身体唔再健康。啊，像这疫情哦，赶紧来看看。对。大家搁金融做事做生意，啊，全线欢欢喜喜在大赚钱。哇，四股人啊！无啦无啦无啦，啊，就遐斗遐斗，啊，就斗到真拄啊好，谢谢。安尼会用个袂？哦，当然，吼、哦，两个拢涨来涨去，啊，正巧我无时间，已经头前工作侪啊，无时间甲伊报啦。啊，我着着啥物差一点仔，因为学生是我的，伊是我教，但是咧，伊着奖，老师有面子啊，但是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搁哦，伫电视搁，他讲到温书杨丽花。我那袂欢喜，你嘛大家替我欢喜。上趣味就是讲去菜市啊，大家看到我讲恭喜哦，恭喜哦！我常常透早去菜市上，甲恭喜啥的。我才袂记昨夜兰得奖啊！伊讲恁夜兰得奖啊！哦，讲你讲安怎哦？好啊，你谢谢。大家看到我，我也以前的主顾家买鱼啊买肉，拢足久啊，甲恭喜，我会感觉讲。哎，坐转来讲，奖是也难得，大家甲我恭喜，这就是呀，殊途啦，这拢有关系的。啊，所以嘞，我讲安尼对哇，对。
伊得奖我欢喜啊，啊我得奖，伊爱来甲我斗支持啊，像安尼就是足够甲我斗的，啊伊就是徒弟啦，徒弟教较济咧，才有安尼是有福气。谢谢，安尼恁满意无？恁辛苦呢，为着甲咱要问我，啊甲咱待等足久，恁等偌久啊？哦，无白餐。辛苦辛苦，完蛋。哎呀，谢谢。